是被医院给吓出来的，这一听说要叫押金才开刀，他心里一不服气，自己就蹦出来了。这孩子真懂事儿，这女孩还真像雪梅，真漂亮。妈，您这一直盯着孩子在笑，您在笑什么呀？我是在笑这孩子啊，一定是来报恩的。 你想想看，当你怀孕以后，她在你肚子里一天没让你害过喜。虽然生的过程时间长了一点儿，可总算还顺利。这孩子啊，一定能给咱们家带来好运的。妈，给我抱抱。来，让妈妈抱抱。妈妈抱，真乖。妈妈抱。 你们快看看，看谁回来了？美华，阿才回来了。美华，阿才，美华，你生了！阿才，你总算回来。你看，我们有女儿了。女儿好，女儿好，我太高兴了。你瞧她，多可爱啊！哟，还在笑呢。 我做爸爸了，我做爸爸了。来跑，哥哥，别打我！叫你不听我的话，叫你不听我的话，臭小子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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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现在就去跟奶奶说。 国强，你跟奶奶说就行了吗？干嘛打来打去的呢？你看看，头都打破了，疼不疼啊？哎呀，不疼啊，奶奶，就这点小伤而已，你不用那么紧张，我真的不疼的。 你说国强欺负国强，你跟奶奶说就行了吗？干嘛自个儿动手打呢？爸爸常常出海不在家，我是大姐，当然要保护家里人和管弟弟呀。哎呀，奶奶你放心好了，弟弟我来管就好。 美华在屋里，赶紧找她说说话去。我带几个孩子挖蜂窝草去。哎，好。奶奶，我们现在就去挖蜂窝草，我最喜欢喝蜂窝茶了。嗯，奶奶带你们挖蜂窝草去。哎，咱们去拿铲子、袋子，走。好。
你真厉害，一会儿啊，一定是你挖的最多。奶奶，我也挖到很多，真棒。 李娟越来越像雪梅了，一样爱喝凤如茶，一样的拗脾气。想当初，李娟还抱在手上，一下子也10岁了，事情过得真快。雪梅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李娟、国清、国强，全是你的孙子孙女，你可真好命，有这么多的子孙。 孙子孙女们，整天围着我叫奶奶，这是雪梅留给我的福气，我要好好珍惜才是。 我不累，我看你有精神了。啊，瞧我这记性，我给你买了样东西，都差点忘了。喜欢吗？这个很贵吧？店家开的价挺高的，我杀了价才买的。你喜欢吗？可是买这么贵的东西，不太好吧？你喜欢就好。美华，我们结婚都这么久了。 我本来想多赚点钱，以后一定让你过好日子。谁知道出远洋没有想象中这么好赚，不是渔获量有好有坏，就是会遇到别国的船来争抢。有时候连命都不一定保住，结果这10年来，别说给你过好日子，连送你个好东西都没有。至少，我要表示一些心意才行。行了，都做了这么多年夫妻了。 还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每次你出去，我也不奢求你赚多少，只希望你平安回来就好。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来，我帮你带上。爸爸妈妈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挖了好多凤如草。好了，小手脏脏的，赶快带他们洗洗吧。走，我带他们去洗。走，走了。 这丽娟啊，管这两个弟弟管得严得很。不过国清现在大了，越来越皮了，也就是你这个当爹的回来才镇得住啊。哎，对了，妈，爸呢？你爸到镇上开会去了。哦。阿才。哟，刚说到他就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阿才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哎，比预期的早回来，真是太好了啊！ 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给美华买的东西，赶紧戴上。哎，我不用，妈，给你吧。哎，这你给我干嘛呀？这是阿才买给你的，是他的心意。来，妈给你戴上。阿才啊。啊。
这个项链是在哪儿买的？哦，我这回经过香港，看到店铺里有条项链，一看见就想起美华，就买了。妈，您要是喜欢的话，就给您戴吧。啊，妈是觉得适合你。来，妈给你戴上，戴上。阿才啊，你真的是很有眼光啊。虽然这白珊瑚没有红珊瑚那么有价值，但是你看这坠子的雕工设计，真的是很好，很精致，别出心裁，一看就很有收藏价值啊。哦，妈，您说的口气跟店里老板一样，原来你也懂珠宝啊。胡说什么呀，我哪懂啊。哎，赶紧吃饭吧，吃饭吃饭，来，赶紧吃饭。美华，来，帮我拿一下那个筷子。好。今天开了半天的会，开得怎么样啊？这经过三年的艰难时期，大家都饿怕了，说恢复经济，允许三字一包，搞些自留地，做点小生意。这样挺好的呀。你看咱们家好几个小孩，我还怕他们吃不饱呢。再说了，也不能让阿才老去跑船吧。阿才也不年轻了，我怕他老了跟我爸一样，在海上就不适应了。你说到那个时候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呢？你就想说这个呀？哎呀，知道吗？咱俩特别有默契。我刚刚想说的也是这个，不过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。我今天看到阿才送美华的那个项链坠，我看那手艺，还有那做工，特别像当年郑师傅的手艺。当年郑师傅送给雪梅的定情物，也是白珊瑚做的。所以我想着想着，总觉得有点什么。可是郑师傅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哎，所以说嘛，我就问阿才了。我说你那条项链在哪儿买的？他说是在香港买的。但是也问不出根源来。这几件事儿扯一块儿吧，我总觉得有什么关联。哎呀，这或许是个巧合。郑师傅的手艺是好，但是别的地方难保不会有这么高超的师傅，只是碰巧又雕了个白珊瑚，又碰巧让美华戴上了。是啊，这么多巧合都碰一块儿了，想都要想破头了。睡吧，睡。哎呀，
卖青菜嘞。哎，您来看看，哎，便宜啊，我这菜。行了吗？我来吧，您去歇会儿。哎呀，应该是你歇会儿。你说这阿菜多久能回来一趟？应该是你在家好好陪陪他。结果你倒好，陪妈出来做生意。妈，来，我来。花生酥，花生酥，花生酥，给我一斤花生酥。给。够了够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谁让你们在这边摆摊做生意的啊？不是不准偷买东西吗？是这样的，那是以前的规定啊，现在上级的新通知啊，可以做点小买卖。小买卖，哼，钻个空子你们就刮起了自由主义，胆敢歪风，香港资本主义复辟啊。阿宝，哎，去把工商所的人叫来。你们叫工商所的人来也没有用啊，我们做小买卖这是政策允许，这你也敢反对啊？违法就是违法，人人都像你们这么满街叫卖，不是乱了套了吗？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就是挣点钱吃口饭，难道这个你们也要管吗？我现在是揭发检举的积极分子，看见违法乱纪我就要去揭发。去把工商所的人叫来，不把他们关个一天，他们是不会怕的。你在干什么？王大主人，我看见他们在这边随意摆摊做生意，所以就想让工商所的人来整治一下。摆摊做点小生意，这是政策允许的。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？我什么我？回你的渔网厂上班去。月华，阿祖，你们不用这么辛苦，少什么跟我说一声，我会帮你们想办法的，总有法子通融的啊。谢王主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！一路上净给我脸色看，我不就让工商所的人来取缔满街乱做生意的阿祖吗？你至于这么跟我生气吗？这都解放十几年了，你的臭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呀？你改了吗？别以为当个质保主任就了不起，你还以为你是过去的灰老大，到处耍威风？你给我住口！我还是过去那个灰老大吗？刚解放那会儿，我倾其所有给解放军购置船只、粮食，又帮他们渡海解放了东山岛，连上级领导都夸我有功，你还灰老大灰老大叫个不停！我就叫，谁让你看上我了？那时候我是看你可怜，才把你一个陪酒妹揽到家里凑合着过日子。你如果再这样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我不过想叫工商所的人来，你干嘛发那么大火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去找阿祖和美华的麻烦，我一定会找你算账。真看不出来，你已经生了三个小孩，人还这么漂亮，身段还这么美啊。哪里，您过奖了。赵美。这个小骚奴，老公常出海，所以就深闺寂寞，你竟然去勾引王朝辉，我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兰姐，取缔他们这样的流动摊贩是你们的责任。快跑！哎，快去！哎，别跑！站住！快点！别跑！哎，算了吧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哎，还好没有被追上。你怎么了？糟了，哮喘发了是不是？糟了，药没带身上怎么办？蓝梅花，对着。
他不信。来，快！都没发过了，肯定是刚才跑得太急，太急了你才会这样的。哎呀，不行，一会儿妈妈带你去医院，去找找医生，开些药好不好？妈，没事，我觉得好多了。刚才就只是突发情况，以后应该不会再这样了。况且现在医院人这么多，人人都要拿药。就怕不够用，我就别去浪费资源了。那怎么行？你怎么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呢？听话，妈妈带你去医院啊。我真的没事儿。再说今天都没做什么生意，也没挣什么钱，怎么能再浪费呢？而且孩子都不知道我有哮喘的毛病，我不想让孩子担心。没事儿。可是没事儿，爸爸早。爸爸早。今天不上学啊？今天学校放假，我们和爷爷一起去挖凤柔草。哦，是吗？阿祖啊，今天又要沿街去做生意啊？这万一兰姐又找工商所的人找你麻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工商所的已经被他找来好几次了，到最后不还是把我给放了？哎呀，要是工商所的人抓我呀，我比他们跑得还快呢。所以啊，他闹就让他闹去，我不怕。哎呀，可是你这样挑着担子要走来走去，又累又辛苦的，我看了舍不得。哎呦，我习惯了走来走去的，不让我走了吧，我还不习惯。奶奶呀，爱劳动。妈，爸是不舍得你每天挑着这么重的担子走大半天，不如我来挑吧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做生意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刚从海上下来，多辛苦啊，你要在家多休息。哎呀，家里这些事儿啊，你不用操心，我们来就行了。我都下船一个月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妈，您才应该休息。王主任。王爷好。干爹。哎，阿才啊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一个月了。哦，哎呦，你们三个我才多久没见呢，都长这么高了。来，爷爷这儿啊有糖吃。嗯，阿祖，我能给他们吗？你都拿糖来惹他们了，我要说不行的话，那我不成了县城的坏人了。好，那我下次一定注意啊。来，来。谢谢，谢谢王爷爷，谢谢王爷爷，给，谢谢。阿祖啊，是这样，我昨晚和辖区里工商所的人吃饭才知道，金玉兰常常找他们，让他们劝你不要在路边做生意，所以我这次来。他们劝不了我，换你来劝是吧？说得好听点是劝，其实就是赶。我们挑着担子被工商所赶得满街跑，有一回整个担子都打翻了。王主任，我们这也是混口饭吃，能不能请你跟工商所的人说，尽量不要再为难我们了？阿姨，哎呀，你们这是误会了，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工商所的人不会再取缔你们了，啊！我保证，一定不会了。那我还真的要好好谢谢你。你可以走了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的时间。来，梅花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王爷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好，
真的很喜欢阿祖，当年要是阿祖没有嫁给我，嫁给了辉哥，那可有多风光啊！啊，我就是这么不成才，连保护阿祖都做不到。要是我能够帮帮阿祖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真是你真好，就是。你累吗？不累。买花生酥，哎，好嘞，阿姨。买花生酥是吧？哎，你好。要多少啊？半斤。啊？哦，来。回老道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严谨吃惊汗来了。为了不让他们被抓，你竟然亲自压阵，辛苦了。还在他们屁股后头跟着。 也不看看那个赵美华，她老公就在身边。你真的就为了那个赵美华疯成了这样？天上的明月是吧？天上的明月也会被乌云遮住。我就看看到时候来，你怎么巴望着天上的明月。啊，我走，走。 好香，好好吃的样子。今天是谁过生日？还是要庆祝什么吗？今天是中华的生日。每年到了中华的生日，阿祖就这样一句话也不说，默默的做了中华最爱吃的菜，在心里给中华过生日。 最近工商所的人都没来抓人，所以奶奶专门给大家做了好菜。啊，真的吗？好棒啊！我以后一定要像奶奶一样厉害，会做又香又脆的花生酥。奶奶，我们明天可以不去上学，在家里玩吗？不行，小孩子不要去凑热闹，上学最重要，一定要像你们妈妈、奶奶一样认识字、会写会算，不要跟爸爸和爷爷一样，一个字都不认识。可是。 妈妈和奶奶认识字就好了，你们不认识字没关系的呀。就像我们也可以让姐姐去念书，我和国强不用念，姐姐帮我们念。啊，什么都不会，就投机取巧你最会。小孩子还是要好好上学，好好念书，只有有文化、有知识、有学问了，将来才能为社会做贡献呢。就是，知识就是力量。丽君说的对。 读书最好了，奶奶要是有能力的话，一定会栽培你们，让你们读中学、读大学。嗯，那要读多久啊？嗯，至少要念到20岁啊。哇，我可不要啊！要读到20岁呀，太老了，太恐怖了。行了，看我们家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女孩子每个都那么会念书，这男孩子呢？ 确实那么的不成才。好，快吃了，啊！吃饭。来吃。中华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妈炒了一盘你爱吃的蛋，不知道你现在还爱不爱吃？你还记得妈妈吗？你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？ 还没睡啊？不知道中华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会突然想起中华呢？你是他母亲，我是他父亲。你记得他的生日，我也记得，我也跟你一样想他。 千万别跟美华提起半句，美华会不高兴的。美华很疼中华。
卖掉中华的事儿，虽然美华长大后再没提过，但其实她心里还是很介意的。可是她并不知道你卖掉中华的真正用意，阿祖。难道你打算这样永远隐瞒，一辈子让美华觉得你就是个卖儿子的母亲吗？ 就让他那么想吧，我没关系。再说了，美华还是那么的懂事，那么的听话，那么的孝顺，她应该不会那样去想我。就算想了，我也装作不知道。 国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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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吗？妈，爸，小心门槛啊！放这儿。好，好了，大家都别难过了，这难过也没有用，咱们要打起精神来。 重新建立一个新家，还好王主任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。妈，万一王主任查不出起火的原因，大家一定要我们赔偿，这还不知道要赔多少钱呢。别担心了，如果这场火灾真是我们引起的，当然得赔。可是咱们什么都没做，我敢肯定，这火灾跟咱们没有关系，所以咱们不用怕。如果说…… 有人硬要栽赃到我们身上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好了，丽娟、国清、国强，不要再难过了。奶奶不是说过了吗？要打起精神来。虽然咱们的家现在烧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可是咱们还有一双手啊，咱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建造一个新家。当年呢？ 爷爷跟奶奶也是空手啊，啥都没有。通过我们自己努力，后来我们不是也有一个幸福的家了吗？来，打起精神来，建立一个新家。哎，你这要不要人啊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 过来两个菜，哎，阿才，什么事啊？村长，最近有没有出远洋的渔船？去哪里都可以，只要钱给的多就行。给的多的船啊，是最危险的。是有艘船说呀，要去抓鳕鱼，不过是在太远了，抓鳕鱼的地方浪也很大，恐怕很危险。你有老婆孩子，看来是别去了。 捕鳕鱼的船我也跟过，浪虽然大点，但是我撑得住。只要钱给的多就行。你真的要去？肯定啊，我都一个多月没出海了，现在就想多赚点钱。船长，那艘捕鳕鱼的船还需要人吗？什么时候出发？我听说啊，他们等这波风季过去了，就要出发了。应该这两天就要走了。他们正愁人手不够呢，有你这样有经验的渔工参加，他们一定会高兴的。你真的要去吗？那我可以帮你说一声。哎，好。哎，对了，他们呢，船上还需要个打杂的，负责整理整理啊，做做饭什么的。你有认识的人没有？可以一起去啊。是，我也一起去。爸，船长，我会打扫跟煮饭，而且以前呢，我也跟过船的。爸，你跟船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了。再说，妈不也反对我们一起跟船的吗？ 我去就行了，你别去，危险，不危险，一点都不危险。我以前跟过船，我知道。像这种打杂的船工啊，几乎整天都待在船舱里头，不需要上船拉网，危险性很低的。只是说，要跟这个货堆啊睡在一起，要随时打起精神工作，就是比较辛苦而已。这个我行的，我从小就跟过船，我习惯的，习惯的啊。既然这样，那我都帮你们说说看。 那就麻烦你了，万事拜托。爸，没事，没事。
你要去跟船？你跟什么船呀？你多大岁数了？你这身子骨你跟得动吗？倒是这一个浪头打来，不把你这身子骨都给打散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去。哎呀，阿祖，我没有那么不中用，我这身子骨还硬朗得很呢。爸，我去就行了，你真的不用跟着一起去。爸，捕鳕鱼的船很危险，至少要去半年，这要是遇上天气不好，还不知道要耽误多长时间呢。你们真的要去吗？心岁月无